張麗雲議員。主席，我多謝當局答應考慮探討貓捉老鼠的可行性。主席，你知道而家政府即呢個相係幾日前咧，即地區嚇街坊俾我嘅，即換言之咧，你落幾重嘅老鼠肉藥，幾重嘅老鼠膠，幾多隻老鼠籠都唔掂。你睇下夜晚有一扎老鼠喺度開 party。張麗雲，所以主席，我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嗱，呢度咧就係、是美國嘅叫 Treehouse Human Society。咁呢度主要咧就係、是、咧就啲、是、貓。成立的貓隊怎樣係捉老鼠，並係而家咧係美國最可行的滅鼠的方法。咁我希望我哋同佢來來往信寫了很多次了，所以希望局長你會不會考慮一下試行一下在某一個重點的老鼠的黑點嗰度會不會試行做一個？貓隊只是在一兩個黑點先行試下呢，麻煩局長。主席，正如剛才我在主體的答案裡面提出呢，政府是會是組織不同的持份者是就著一些相關的建議呢去論證它的可行性。咁當然啦，到時呢在論證的過程裡面呢，這些國際的一些成功的例子，聲稱是成功的例子，我們一定是會作為其中的一些參考資料去參考的。